公社资讯创立于1983年，秉持城镇信实之精神，永续企业的经营发展，40年来不断茁壮。今日的东硕已经是全球最大电脑扩充机座制造商。东硕的台北厂及昆山厂采用最先进制程，年产量超过500万台以上。位于越南的第三座工厂也正在积极建制中。东硕诞生于1983年，1990年在美国加州成立分公司，1999年购入自有企业总部，并迁至新店。2001年成立东硕电子昆山厂，2002年首次荣获台湾金品奖，2008年在上海成立立硕电子，2014年正式挂牌上柜，2015年公司成立幸福小组，2015年得到德勤亚太区500大科技快速成长企业奖及导入 SAP ERP 系统。2015年为全球第一家推出 Thunderbolt 3 Docking Station。2016年成立公益信托教育基金。同年 ，Intel 投资东硕。2019年，东硕昆山厂正式落成。2021年，台北新厂正式启用。2022年被评选为天下杂志企业排名461名。同年并获颁新北市政府企业经典奖。2023年，东硕为全球第一家推出 Thunderbolt 5 Docking Station。同年，东硕台北厂荣获 RBA 银质认证。东硕同时也是 Intel Thunderbolt 指定推荐 ODM 设计制造厂商。东硕的 Thunderbolt 4 Dock 是全世界第一家获得 Intel 与 Apple 认证并量产上市的产品。东硕拥有最佳的专业团队来服务国际大厂，透过正派及永续的经营理念，提供客户完整且多元化之产品线，并以最快速与完善的销售服务获得许多国际大厂的信赖，并成为长期合作伙伴。东硕已经开启多项专案及建制多个高端设备实验室，领先竞争者开始进行新一代远距会议、AIoT 及 5G 应用开发，维持业界的领先地位。东硕相信不断创新改变就能开拓无限机会，这样的企业精神奠定了东硕在业界的领导地位，且获得多项国际重要认证、数十座产品设计、企业经营及社会公益奖项。无论是产品研发或是公司的经营管理方面，都备受各界肯定。东硕以创新思维及技术力顶尖 ODN 制造厂为愿景，持续研发创新，以一流人才创造好的产品，与客户共同拓展市场，发挥1+1=2的效果。公司未来的厂务运作将确保品质与生产进度准确性，融入绿色能源 ESG 系统，以 ISO 14064、ISO 45001、ISO 50001为准则，再创东硕资讯下一个40年。